爷爷，今年是建党100周年了，对，您有没有什么话要给我们年轻的党员们说呢？百年沧桑，百年沧桑巨变，愿你们保持初心，继往开来，生生不息。爷爷，您对那个就是您过去的战友，他们救你出来的那些战友们，想说些什么？这些战友，那是最光荣的，每一个烈士都是真正的英雄。看到我们祖国现在这样繁荣富强，人民安居乐业啊，我想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。月儿香，响叮当，铁道队的同志上战场，一去临城战。在李老身上，我们明白了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一批批像铁道游击队这样的英雄。铁道游击队经常唱起的歌谣，我们寻到了。